表姐那不，不要么嘞？咱个工作够几个月，上班段啊？你，我嘛，我可能上班段是啦，我嘛，没钱了，我啦，我嘛，讲样的，洗的，洗的，走路洗，那嘛，没办法，讲没皮皮，哈，多皮哟，对家里上小皮哟，不他的呢，没得给，没那么多皮皮，我他们都不过过边几边了嘞，路地没看见呢，讲样的洗路啦不咯？他们路地不路呗，下过没讲样的来撇水，路地没看见呢，讲样的来撇水，路地肯定要一等呢，哦，没来往的不咯？嘛，他来往呗，哦，在哪咯？马路里呀。不如呗，我西安那边好点啊，好的呗，路路跑路过来，那京东那嘛没样嘛呗嘞。我马路走路行的，公园，沿路在大石桥里，哈啦，那里好漂泊一路开的，哈啦的这的，等你怎么样，生意的要跑的，什么咯？那个叫了，可怜面不如干活样嘞。他的马路他突然可怜。电脑上定的也下来了，是吧？别都没没表没面目，个个人想钱嘛也买下来，去带队讲不咯？马路啊咯，哦，就表没。电脑面下来，好，马路干活不不咯？干活不离表情嘞，别来看下咯，那个可能有楼啊。嘛，我表姐拿了牌子都还没拿吧了，后来肯定没也没拿吧了。没必要弄，过不完嘛，弄啊，我没拿，我跟单位没有拿，我说都行了。你在呀？好啦，我没办法讲了，这边，这个咯，这里留啊，路边路里，这边啊，在新婚的婚礼吧，你表姐嘛。你还现在啥？我肯定上不去的呀，地来没来嘛，过大的米的啦，米把这个肯定没来，没准我听听也蛮好的啵，而且讲肯定你讲没对，人家那底下不他妈从边家在那哈那么长，边家在那俺那老么长，而且讲都底下苦涩说些，底下那细啦，细啦比说些嘛，掉不掉，皮毛多一点不，纤维多一点不，俺们爷这不他们那里那么年轻啊，好啦，伢那多嘞，就讲那么年轻，听不也蛮说哈那些。毕竟看下，阿妈咯，都那零零老岁都行，零零老岁呢，刚刚都登了一下，已经结了嘛，我他妈是工作嘛，啊，现在老的讲嘛，他们现在老的考不了，妈都变米了吧，那个变米了，登没，这里有的登哪里老没，他们有的嘛，伢是啥啥不？啥子我们都是，阿妈都是嘛是啊，阿我帮老好，都拿酒在嘛里来洗的，他好像嘛也啥都说的，妈都敲那脚皮都行，妈都皮色啥也啥也不的，我你话等你有时间带的，毕竟看下咯，的皮色啥也啥不的看嘛，等你。叫老百姓，马路他们哩就叫邻居，不管奶奶一句，奶奶叫嘞一句是的，奶奶等奶奶家，奶奶没事的时候，他们就的不，啊哈那个比往就的，这个马爹嘛担心奶奶肩膀呀，这个的，所以他叫肩膀塌嘞，担心要塌嘞，可能年年不不让我们塌，哎，就像嘛不需要公家伢嘞，哦，他一般都是等你哦，苦力呀叫老力呀，他那都要过吃苦困难苦弄嘞，多塌，第一帮一帮的老，一帮一帮的老多。所以他就三顿嘛，是不是呢？你有时间带这点嘛？说三边忙对的，不是说对的。哎，他就说你家了，可能的我啥忘对的。他说哦，在哪来的？可能上过最嘛啥了？过表对面路啊的，就是你去的这项目了。嘛，可能就刚刚上小的，咋刚刚上小的说前趟的路没好哦。老说你话也没信，信那啥的了嘛？忘对没？嘛了你爱的没有他嘞？哎，他们在嘛？他给钱拿了，对了不咯？哦，可能你们刚批的伢的，比如过夜生意伢的，哈啦，哦，香港伢的，包括毛的不？毛的说了，伢一把，可能在香港伢，过在香港伢了，哦，生意在他那都能批的吧？哎，过夜么刚的伢的，那他们在嘛？他比如，那个叫了，可能。那他们说的过，你看你姐姐妈妈呢，这个学学呢，跟那老那那几个那几个姐姐妈妈撇不开，那使用时间么多呀不？那几个喏，那里面呢，比较羡慕你呢，撇单子嘛。